来到这个坝藤，坝藤的石阁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里有娘惹爷浆饭，娘惹爷浆饭。鱼头米粉，蒸包点心，哇，饼，意大利美食，鸡汤，宋仁宫保田鸡，哇，韩国餐。多东西吃，海鲜焖西餐，鸡扒饭，还有炸鸡的，咖啡店，不见面，哦，这不见面，澳式。肠粉啊，一定要吃了。越南美食，有猪肠粉哦，有煎咖喱饭、卤鸭、果条汤。来看看有卖些什么吃的。Taste a good time， 有拉米哦，槟城一定要吃拉米啊。猪肠粥啊，还有猪肠粥，这个是板面，这是淋面，咖喱面，嗯，哇，这个好多美食，和平卤肉，香脆鸡腿。晚上应该是很多人了、啊。凤鱼冬阴海鲜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爪哇面啊，这有爪哇面。有茄糊啊。这个凤鱼冬阴海鲜汤。啊，那边呢还有什么？居丸烧鱼。很多蛇麻辣干锅，猪肉沙爹哦，沙爹，这边是沙爹，猪肉沙爹，哎，猪肉沙爹，哦，三宝饭，这环境不错嘞。这一间咖啡店是以前的槟城的地方，叫做哥达巴利，现在改成巴腾。就在福罗这一带，哎，不是福罗，在这个什么地方呢？在龙尾这一带呀、啊。有卖琵琶呀、啊，咖喱鱼头、福罗的烧鱼、蚵煎茶龟条、香锅麻辣、炒河粉。这边呢，虾姐东北饺子，等一下你好看一下啊，意大利面套餐饭。Okay， 好，就这样。哎，这个咖喱鱼头看得不错。咖喱鱼头。哦。我来拍八位。八位啦。啊，八位。啊，这个咖喱鱼头。多少款价五百啊？这个五百。这十个咯。十个吧。啊。这个呢？这二十个。二十个。OK。这三十个，贵州来的。OK， 那吃的啦。嗯。我暂时亏掉。亏掉啦。亏掉啦，包啦哈。啊，包哈。啊，这个是市民的枇杷呀，看上去好像很好吃哦。枇杷呀，半至二十六。嗯，这不错。还有套餐。14块。
嗯，好像很好吃哦。好了，下次再吃很多。哦，慢慢来，慢慢吃，还有炒粿条哎。哦，这个时候来炒粿条。